这佛在《法华经》里教给我们，佛说：“诸佛子，专行佛道，常行慈悲也。”这些话语重心长啊！整个的佛法表现在哪里呢？就是表现在慈悲上。所以佛家常讲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你彻悟宇宙的根源，彻悟的样子是什么？彻悟那个样子就是一片慈悲，平等对待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那是你彻悟的。你说你大彻大悟了，对人没有慈悲心，假的，骗人的。表里一定是一如，一定是一致的。我们看其他这个宗教里面讲上帝，讲的神圣。我的眼睛当中，他们的上帝，他们的神圣，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。所以我是平等的礼敬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。他们的经典，我把它看成佛经一样。我喜欢读诵，喜欢学习，没有两样。大乘经上讲得好啊，诸佛如来大慈大悲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。所以我看到回教的阿訇，天主教的神父，基督教的牧师，我都或长称他菩萨，菩萨摩诃萨。他很奇怪，这菩萨摩诃萨什么意思？菩萨摩诃萨是一个有真正智慧、真正爱心的人。我说你是不是？他点头。那你就是菩萨摩诃萨吗？你是菩萨摩诃萨，现神父身吗？现牧师身吗？所以我们一律平等尊敬啊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。我们这是入华严境界，入佛的境界。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就是凡夫啊。凡夫怎么晓得自己做佛了？怎么晓得自己境界提升了？从这个心行上你就明了了，不需要问人了。过去起心动念为自己，总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总没有瞧得起人家。现在这个念头180度转过来了，知道自己不如人，人人都有长处，都有我们自己比不上的长处。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恭敬、称赞、平等的供养，这就是知道自己转变了，知道自己入了佛法了。清凉大师讲解这部经4个纲领：信、解、行、证。过去我们是在信解，行证没有啊，现在我们有行有证。我们真的入这个境界了，入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啊，真是经上讲的清凉自在啊。佛的话说的尤其好，是自知作佛，
决定无疑。《法华经》上讲的大树、小树这个比喻，比喻的好啊！自知作佛，决定无疑，但是你现在还没作佛啊，那算是小树啊。真的作佛了，那就变成大树了。真作佛之后，安住神通，转不退轮，度无量亿百千众生。这一句话怎么落实呢？你注意神通两个字。这两个字先要讲那个通。你想我们现在在此地，我在这里才住两年呢，我跟这边所有的宗教都通了，这个重要啊，怎么通呢？拜访他了，我们主动去拜访啊，把打通啊。只要通了啊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我们一个人，人身体脉络要畅通，血液循环要畅通，哪个地方稍稍又不通了，就生病了。大的管道不通啊，就要命了。通就问题解决了嘛。世间人与人之间要交往，要往来就通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不通是吧？不通就怀疑，天天在猜，在疑，越猜越离谱，到最后麻烦大了，就要斗争了，要战争了，战争还是不能解决问题，通才能解决问题。神通那是一种非常微妙之通啊，这个神是什么？精神上的感通啊，真心真情上的感通啊，叫神通啊。绝不是虚妄的为对方的利益而交往，这是神通；为自己的利益而交往的是鬼通。这鬼头鬼脑啊，那个后头是有灾难的。所以与人往来是为他的利益着想，我们如何对他能有帮助？不要要求他对我有什么帮助。人人都能为别人着想，这个世界多美好啊！那就是佛华严的世界。一切众生，人人都会替别人着想，都把自己忘掉了。这个是华藏世界。这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可以在我们地球上推广的。怎么推广法呢？华严经就是最好的教科书。人人学华严，人人学毗卢遮那佛，人人学文殊、学普贤、学善财童子，问题解决了。我们看到这个经上所列的菩萨众、天众、
现在我们念的这段助神咒，你看他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替别人着想，没有替自己着想啊。主动跟一切众生交往啊，今天讲交流啊，交通啊，往来啊。彼此互相了解，互相认识，互相肯定，互相尊重，相亲相爱，互助合作。只有成就而没有破坏，只有赞美没有毁谤，肯定一切好事是真的，一切坏事不过是一时的误会，确实不必挂在心上。就大家想想，这个生活多美好啊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理。一个美好的情绪，化解一切灾难啊，对自己个人的利益来说，这是最好的修养。养，我们讲养分呢，养我们的身心呢，最殊胜的滋养，不是那什么补品啊。那补品啊，我觉得都是有副作用，都不是好东西。真正的最佳的滋养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的慈悲，真的是健康长寿啊！没有烦恼，百病不生。无论我们先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都可以做到百病不生，心情无比的快乐。谚语常讲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。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欢喜当中，没有忧虑，生活在感恩之中，没有冤家对头，都在自己一念正觉，觉悟就行了。所以一定安住在神通啊，懂得佛法讲神通的意义。人与人要通，人与事要通，人与万物要通。懂得做人，明了人与人的关系，所以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，要平等对待。人与一切万物关系要懂得，现在人不懂啊，任意的破坏自然生态，所以现在人讲地球病了。你说多可悲，地球为什么病了？是住在地球上人不知道对自己居住环境的关系，任意破坏居住环境，所以招来许多天灾呀。实际上它不是天灾呀，是我们自己惹来的祸害。
这个道理很深啊，今天科学家也不懂啊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佛给我们讲的，洪水，水灾从哪里来的？众生贪心来的。啊，贪是水呀。啊，火灾从哪里来的？火从尘秽来的。啊，风灾从哪里来的？愚痴来的。啊，地震从哪里来的？不平来的。人心不平啊，所以自然灾害啊，与众生起心动念有密切关系。这是佛在经上讲，医报随着正报转呐、啊，医报是居住环境，正报是我们起心动念呐、啊。如果我们把贪嗔痴慢断掉了，啊，这个慢是地震的，啊，贪嗔痴慢断掉了，水灾、火灾、风灾、地震都没有了。这是属于心理，现在科学着重的是物理啊，他还不了解物理跟心理的关系，哎，这个他没有发现呢，他没有搞清楚啊。佛是大智慧的人，究竟圆满的智慧，究竟圆满的德能。佛说这一种究竟圆满，我们一切众生通通都具足啊。本经出现品里面佛说的好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德是能力，相是相好啊！啊，我们通通是平等的。现在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？啊，佛也一句话把这个原因说出来：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由此可知，我们只要把妄想执着放下了，就恢复了。智慧德相就恢复了。我们今天不能够证得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妄想执着。这个是六道一切凡夫病根之所在啊，我们要懂得。所以华严是佛法里头最殊胜的教科书啊，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浓缩，是华严经的精华啊。清朝乾隆时代，彭继清居士说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。他说得好啊，他自己做了一部书《华严念佛三昧论》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在北京居士林讲过啊，留着有磁带啊，我们在台湾依照这个磁带写成书啊，这个书老居士自己看过啊，现在流通也很广。所以净宗跟华严关系非常密切啊，我们可以说华严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啊，无量寿经是小本的华严经啊，华严、无量寿、阿弥陀经这三部经是一部经啊，
只是说的详细，说的简单不同而已。啊，是同一部经。受持学习当然无量寿经弥陀经方便，但是理解啊，对于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华严经方便啊，华严说的详细。可是我们如果不是透彻的理解，我们在行持上，就是在生活上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会有障碍。啊，透彻了解之后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。啊，才真正圆满做到啊，利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。啊，你才会做得圆满。做得如理如法啊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，你都有智慧有能力化解啊，决定不退转呐啊，发心立愿，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这大菩萨啊，佛在大乘经教都说如来是平等心，平等心，心行都充满了慈悲，充满了大爱。但是众生感受不一样，不是佛不平等，是众生接受的能力不相同。我们讲华严经当初曾经讲过，华严经的当机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我们不是法身大士，怎么能够学华严呢？啊，他附带的有一条，不是法身大士，大型凡夫也能得利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是凡夫，心量大，学华严就行。这心量小不行啊，一定要把心量拓开啊，要爱一切众生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爱世界，爱一切众生啊，你有这样的大心爱心，你就是华严经的当机者，也就是说你有资格有能力学修学华严啊，你能够接受华严啊，所以众生呢根性不相同，禀赋不一样，所以在大乘法里得的利益就不尽相同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